习近平，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。习近平说，中华民族具有反对分裂、维护统一的光荣传统，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，台独分裂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，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，不容任何外来干涉，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、坚定意志、强大能力。